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我今日见到香肠斑马给他的同胞了养成作为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程关注我们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迹老表小时送给他斑马色的我祝人个人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下层你有这边的这前块就老做老做乱的做寻迹老乡老三二八七十三八元的八栋找到的梦我祝做这人个人参加当这不能曾经不去下层你有这边当这前块就老做了苏乱的苏心机了现在上海把车上上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我都做了这人个人参加的这不能挣钱不久想什么你这些档这钱快就拿走了苏乱的苏心机了现在上海把车上上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我都做了马红把这人个人帮忙手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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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红把整个的把马子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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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红把整个的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说路穷顿顿滚波家伙人样拉响咋路刚哥露出正义正直你的难道老师请你动感是不是有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个大致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大致养老直接养等松住的接着你摸你弄你接着住等着马人们在这等我的那个见你正直拉着呢等你到场三平的松用等你走街这头是照着当时你见证道路门虽然将我老样懒得走最多的基金觉得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的走你可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见不走的你没想送你莫能见不能家把个人当安装都什么都能把自己将来想赞了啊，请大家发菩提心啊什么叫做菩提心呢？那我们为了天下所有的众生啊，天下所有的生命获得至高无上的心福，也就是说天下所有的众生能够得到绝对的心福，这个就是大乘佛教徒的这个最终极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学佛如果我们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都要这个要获得绝对的幸福的话那就是要让一切众生成佛，成了佛以后才会有绝对的幸福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个所谓的幸福那它是一个相对的短暂的这样子的幸福，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一个绝对的幸福没有一个永久的幸福，所有的这个幸福都是短暂的这个都是这个相对的。所以呢如果要有绝对的幸福，那就必须要成佛，因为没有成佛之前我们的内心当中的这些贪嗔痴等各种各样的烦恼这些烦恼没有消除，那么
这些烦恼啊没有消除呢，没有消除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内心啊始终就是感觉不到这个自由，感觉不到自由，我们有些时候啊不想生气的时候也生气，那不像啊这个那么浮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想啊自己的心呢平静一下啊安静一下啊，但是呢没有办法安静，就是一直都是很浮躁啊很痛苦，那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呢还没有获得这个自由啊，就是这个原因，那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啊能够得到真正的这个自由呢？就是成佛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就是获得了这个最终极的啊这个自由，最终极的自由也就是最终极的幸福啊。所以呢我们啊让天下所有，我们如果想啊让天下所有的众生都要幸福的话，那就是要让他们成佛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那么我们怎么样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呢？啊，首先啊我自己要成佛，首先是我们自己要成佛，如果我们啊自己都没有成佛的话，那就没有办法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啊怎么样成佛啊，什么叫做成佛我们也不知道啊，怎样成佛更不知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不可能啊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啊，能够让天下所有众生成佛，那我们如果要向天下所有众生成佛的话，那首先要我自己成佛，那我为了我自己啊先成佛啊，今天啊我们这个学习啊，学习好了以后呢啊修心啊，最后就会成佛啊，这样子的，这叫做菩提心啊，这个就叫做菩提心。这菩提心呢不仅是我们今天的听课啊，以后呢我们比如说烧香拜佛也好啊，或者是我们啊修桥铺路啊这样子的事情也好，或者是做慈善做义工啊这样子的也好，或者是在自己的家里大坐啊听闻佛法这样子也好啊，都不能离开啊这个菩提心，不能离开菩提心，所有的这个修心啊都建立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这样子才叫做大乘佛教啊，这样子这叫做菩提心，然后呢我们讲今天的这个课啊，今天我们准备讲什么呢？讲三个差别啊，三个差别，其实啊这个三个差别呢十多年前啊已经讲过了，慧灯之光啊里面呢也有这个三个差别，但是我们啊很多人对很多人来说，尤其是我们刚刚啊进入佛门的人来说，这个三个差别是特别的重要啊。为什么特别重要呢？啊比如说啊我们要去一个啊这个我们没有去过的地方的话啊，那么首先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首先最重要的我们要了解啊这个到达目的地的这个路线啊，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不懂得啊不知道怎么样走这个路线，我们不了解的话，那就是我们以后一定会走错路的，所以啊这个很重要啊。那我们刚刚学佛的人啊，很多都是刚刚学佛的，那么刚刚学佛的人刚刚进入佛门的时候啊，我们的选择啊是特别的重要，学佛也有啊，从这个学佛也有里面有很多像大乘佛教呀、小乘佛教呀、显宗呀、密宗呀，虽然他们最终极的这个目标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呢有很多的方法啊，我们怎么样学，学什么样的佛，这个特别的重要啊，我们的这个
学佛的这个道路上就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叫做发心，用我们佛教的话来讲这叫做发心实际上就是学习修心的动机，特别的重要，动机动机特别的重要那么这个动机跟目标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今天学佛的目标是什么？修心的目标是什么这个特别重要。所以这个目标有三种不同的目标。我想我们给今天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刚刚学佛的人刚刚进入佛门的人，我想这个了解一下这三个差别特别的重要那我们目前我们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这个修心学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过去很多人怎么我们都认为只要有钱就会幸福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这个物质条件的话，那我们这个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可以过一个很幸福的人生过去我们的想法都是这样子至少绝大多数的人的想法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今天大多数的人知道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即使是有了很多的这个物质的财富但是呢人幸福和不幸福那就还是不一定的即使是有了庞大的物质财富也不一定能够幸福有了这个丰富的物质的生活，这样子的话这个生活的水平提高了但是呢幸福和不幸福呢跟这个生活的这个生活的水平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有10%的关系，最多就是15%10%和15%之间的关系那么除了这个以外，90%和85%跟我们的生活的这个水平呢是没有关系的。那跟什么有关系呢？就是有跟我们的内在的精神的对生活的态度有关系这个是有数据的这个是有数据的，这个不是随便说，这是有数据的所以我们不说下意识或者是成佛这些比较遥远的目标，或者是比较这个崇高的目标我们就说眼前的这个现实生活来说大家也感觉到了仅仅是物质还有很多不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了除了物质的这个生活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个另外的一种生活，那是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叫做精神生活因为我们人是物质和这个和精神的总和的一个总和体人它不是一个物质如果人是物质，那么跟机器没有什么差别的，那人就是机器没有什么差别。如果人是灵魂没有这个肉体这样子的话，那么人就跟这个中阴的灵魂中阴就是人死了以后的这个还没有投身的这个过渡叫做中阴那个时候的状态是没有区别了所以呢，人他不仅仅是一个物质他也不仅仅是一个这个精神，他是这个物质和精神的一个组合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组合体所以呢，他的生活也有两个领域，一个是物质生活的领域，另外一个就是精神生活的领域那么我们过去大家都比较
较忠实的啊，比较忠实的是什么呢？就是物质生活啊，就是物质生活这一块儿，就是为了这个物质生活的提高啊，为了这个物质生活的这个水平的提高，大家付出了很多，最终啊，最终就是啊，稍稍提高了，但是呢，我们啊，就这么长时间当中啊，大家都忽略了这个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所以我们的这个精神的这个啊领域当中，精神生活的这个领域当中的问题啊，就是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的问题，然后这些问题呢啊，这个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啊，然后呢就是就困扰很多人啊，然后呢就是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啊，所以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就感觉到了啊，感觉到了人啊不仅仅是物质生活啊，还需要一个精神生活，那么精神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啊，精神生活当中的啊最关键的一个是信仰啊，精神生活当中啊，除了信仰以外，也可以有其他的。但是呢，最重要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在这个精神生活当中，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信仰啊，信仰是最关键了。那我们从这一生啊，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讲的话，学佛呀、修行呢、信仰。啊，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提到过，就是这个生活啊，幸福和不幸福的不是啊，生活它本身啊，它不是它本身来决定这个问题啊，而是我们对啊，我们对这个生活的态度来啊决定啊，我们幸福和不幸福。那么这个态度啊，态度，我们对这个生活的态度，就是如果啊，以我们过去的这种啊这种想法啊，就是贪嗔痴，贪嗔痴疑慢啊，或者是自私自利啊啊，那这种心态来这个对待这个生活的话，那么就是啊，感觉不到幸福啊。很多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啊，精神上啊很空虚啊，每一个人啊的精神都是很浮躁啊，都是很浮躁的，很空虚的啊。在这个时候呢，物质啊不能解决的问题就大家都感觉到很多的。那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就是修心，在精神上的一种修炼啊，精神上的一种这个训练啊，锻炼。啊，这个特别的重要。那精神上的锻炼是什么啊？精神上的锻炼啊，就自古以来有很多这个精神上的锻炼啊，很多的心理学也在讲，哲学啊也在讲，其他的宗教也提供一些这个心灵的训练的方式。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佛教啊，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佛教的这个训练的方式啊，佛教的这种训练的方式呢，它是既有这个啊，既符合事实啊，又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啊。它如果我们能够投入的话啊，在短期之内啊，它一定能够解决很多很多的我们的啊精神上的问题。啊，物质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些问题呀，这个佛教的这种修炼的方法，它完全可以解决啊，所以这个从现实生活的角度来讲，也是特别的重要啊。然后从解脱啊，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啊，那就这个修心呢，学佛是更重要的啊。佛教讲，我们学这个修心的时候呢，第一个啊，我们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第一个功课就是叫做人生难得啊，人生难得。那藏传佛教的所有的教派都是一样的啊，像
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光论呢，尼玛巴呀，或者噶举巴也好，这些藏传佛教的这些教派啊，所有的这些教派都是一样的，它的这个最基础的这个课程啊，当中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人生难得。那人生难得什么意思呢？让我们发现啊，发掘啊，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价值啊，人生的价值，人生的价值，我们平时啊，很多时候就是稍稍遇到一些啊，这个社会上的不公平的待遇呀，或者是就是受到了一点点打击的时候啊，就动不动就很多人就说这个活得没有意义啊，很多人就会说。没有受到打击的时候，很多人也就说自己活得没有什么意义呀？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要生存呢？这个生存的目标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都是很迷茫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这跟我们刚刚讲过去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心理。总是有一个希望有一个希望，有一个追求这个追求是什么呢？就是金钱金钱。大家都贫穷的时候每一个人的这个希望这个追求是钱、金钱、财富、物质财富因为这个时候很多人觉得有了物质财富就会幸福的，所以我们的唯一的追求就是这个总是有一个目标。但是呢，后来就是很多人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至少这个温饱的问题、生活的基本的需求解决了以后呢，这个梦这个梦乡，这个梦就结束了不再做梦了。为什么呢？以前的梦就是什么呢？只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发财发了财以后呢，这个梦就是圆满了这样子以后呢，从此以后就是没有梦想那没有梦想的时候呢，人就是活得很消极很消极，对人生没有积极的态度很消极很悲观很多人就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这些问题就出现了所以这个第一堂课，藏传佛教里面的第一堂课就叫做人生难得然后让我们明白这个人的生命人的生命除了赚钱除了这个累积很多很多的物质的财富以外还有很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去做人的这种生命的这个生存的价值不仅仅是赚钱，不仅仅是追求这个物质的财富，而且还有一个更好的目标跟崇高的目标然后呢，让我们知道我的这个生命呢，人生呢，原来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原来我这个人生除了赚钱，除了物质财富以外，还可以追求。很多很多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让我们感觉到这一点这叫做人生难得所以我们要懂得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价值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才懂得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这一切珍惜这个人世间的一切我们今天大家都有一个。第一个是投身到人世间投身到这个人间然后呢，不但是投身到人间，而且有机会接受佛陀的教育释迦牟尼佛的教育释迦牟尼佛的教育，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这样子的高等教育，它是一个超级的一个这样子的高等教育我们世俗的这些学科当中也有很多高等的教育，但是佛陀的这个教育呢，它是一个超级的高等教育那我们
不但是有做人的机会，而且有这个接收这个佛陀的这个教育的这样子的机会，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这个非常难得。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懂得自己的生命的价值除了赚钱以外，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那我的生命的价值不仅仅是追求这个物质财富，而且还有比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更崇高的很多事情我可以去做，很多事情我可以去追求。这样子以后呢，然后我们就懂得去做什么去这个跟积极向上，这是非常的重要那积极向上的时候呢，我们要去追求什么呢然后就是我们就是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课程的内容首先我们要讲这个三个差别三个差别就是当我们有一个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目标就是除了赚钱，除了这个物质财富以外，还有我们开始有一个另外的一个目标的时候然后这个目标是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应该有一个，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这个三个差别三个差别。这时候我们需要三个差别当我们的目标当我们的目标还没有超过这个物质的财富当我们的人生的目标、生存的目标还没有超过这个名利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三个这个目标这三个目标对我们来说似乎不是很重要的。不是很重要，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目标就是在物质财富上其他的我们觉得都是不重要的事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对这个生命或者是我们对这个时节的这个人值不够深我们了解的不多我们对这个人生对人生对这个时节的了解的这个不够深，这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我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许不怎么重视这三个差别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思维有了进步或者是就成熟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成熟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开始去思考除了钱以外的一个事情除了金钱以外的另外的一个这个人生的目标，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去思考这个问题了那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三个差别那这三个差别首先第一个是什么差别呢时间和处事间的差别这个意思时间首先我们讲时间和处事间这是一个佛教的一个这个词汇佛教的一个俗语那么时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世间除了人世间以外，佛教还讲这个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叫做时间时间时间不是过去未来的这个时间时间就是人世间红尘佛教里面用红尘这两个字来这个形容这个六道轮回时间红尘轮回六道轮回这都是基本上都是一个意思时间就是六道轮回，也是我们的人的现实生活是其中的一部分其中一部分从地狱到这个天界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层次不同层次的生命都叫做这个
都叫做时间啊，这叫做时间，这是人世间。他们都没有超过啊，没有超过这个宇宙时间啊这个范围当中，他们一直都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循环啊啊，一直都循环的，总是啊出不去啊，永远都在轮回当中循环啊。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啊啊有福报心闪的时候呢，然后就会投身到这个天界啊。然后呢，造罪的时候呢，比如说杀盗淫妄啊，这样子的造了罪业的时候呢，会堕地狱啊。但在地狱里面呢，啊，长时间的这个痛苦，最后呢，他还是会出来的啊。出来了以后呢，有可能投身到啊人啊，或者是天人啊这样子。然后在人和天人啊，在这个地方尤其啊。造罪啊，杀盗淫妄，然后又堕落到这个恶鬼道啊，或者是这个旁生啊、畜生道，最后就是地狱道啊，这样子在个六道轮回当中的循环徘徊啊，这叫做时间，这个就叫做时间。然后畜时间是什么呢？畜时间啊，就是。解脱，这是佛教里面讲的解脱啊，它超越了这个六道轮回啊，超越了六道轮回。超越的意思是什么呢？超越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离开了这个六道轮回，就是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没有六道轮回的地方啊，它不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今天学佛啊。成佛的话啊，那成佛以后我们是不是就离开了这个地球，或者离开这个宇宙太阳系啊，然后是不是就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呢？其实不是这样子啊，成佛以后呢还会来到这个世界啊，还会到这个世界。所以佛教啊有两个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两句话啊，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佛教要超越轮回啊，第二个就是不脱离轮回啊，不脱离轮回。超越轮回啊，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啊，今天我们是有这个有机会做人啊，然后呢，比如说动物。他是没有机会做人啊，我们有机会做人，动物没有机会做人啊，牛马等等他们没有机会做人，那是为什么呢？这个是自愿的吗？啊，它不是自愿啊。如果啊有这个选择，有这个机会的话，他们也不会选择啊，他们也不会选去做牛做马啊，做动物啊。那是为什么呢？这是没有自由啊。那么没有自由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没有自由呢？在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推动力啊，让我们就走到这个人世间啊，让这些动物呢就是走到了另外一道啊，然后呢让这些地狱的众生呢让他们走到这个地狱当中啊。那么这个推动力啊，这幕后的操作者到底是谁？然后像啊基督教等等啊，我们目前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大的这个宗教当中啊，多数的这个宗教都觉得这个是上帝啊，上帝也就是有这么一个万能的神啊，他在操作啊。但是呢，佛教他自古以来就是永远都不承认有这样子的神的存在啊，他不承认有这样子的神的存在。他认为我们今天的幸福或者是痛苦啊，这一切啊，跟任何的这个鬼啊没有关系啊，跟任何的神也没有关系啊。那么跟谁有关系呢？跟我们自己有关系啊，跟我们自己有关系。所以这个背后的这个推动力，佛教就认为这个是什么？这个不是鬼，也不是神，
这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啊，这是一种自然的法则啊，自然的规律。这个自然的规律叫做因果啊，这叫做因果啊。比如说，我们常啊，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大家都是一个口头禅啊，是什么呢？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也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种瓜为什么得瓜？种豆为什么这个不得瓜呢？那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这里面有一个有一种自然的法则啊。那这个，因为这个世界我们能看见的世界不能看见的世界，所有的世界就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庞大的这个因果的网络当中循环这个因果的网络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的规律佛教就讲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这个推动力它是一种自然的规律如果我们造罪，那么我们会堕地狱的，这也是自然的规律如果我们心善，就会这个解脱的，那么这个也是自然的规律，因为有这个因就会有这个果没有这个因，永远也得不到这个果，那这一切都叫做自然自然的规律，那这个叫做这个六道叫做时间我们平时讲人世间但是从佛教的观点讲，不仅是人世间而且还有这个除了人世间以外，还有其他的生命，其他的生命，我们的用我们的感官用我们的视觉来看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就人和动物人和动物，其他的生命我们基本上看不见的，看不见。但是呢，在这个宇宙在这个宇宙间，除了人和动物以外呢，还有其他的生命的存在，其他生命的存在，那么这些生命呢，就在佛教里面呢，分六个不同的这个级别，生命的级别有些佛教里面呢讲五个不同的级别，其实这都是一样，五个六个都是一个意思没有什么区别，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这叫做六道轮回那么六道轮回叫做时间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时间是六道轮回，那么这些六道轮回六道轮回的生命在哪里呢？我们很多人也会问很多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心里会有这样子的疑问那么我们人我们能看得见，动物我们能看得见，那我们除了人和动物以外的在哪里呢？地狱在哪里呢？有些佛经里面讲地狱在什么地方呢？在印度在印度的菩提迦耶，大家都知道的印度金刚座的下面是地狱，有些佛经里面是这么讲的但是呢，这个不是真正的佛的他的本意就是佛就是为了当时的某些人容易理解容易理解，然后佛就说地狱就在这下面，其实另外的佛经里面呢。有这个揭示另外的佛经里面，那另外的佛经怎么揭示的呢？佛经里面讲，我们用我们人的这个感官来看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是人的世界，那这叫做人间人间这里没有地狱我们人到月球上去不会看到这个什么天堂天人我们不会看到的。然后呢，我们人到这个宇宙的任何一个这个天体上去看，我们有可能发现类似于人的这样子的这个生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生命，比如说动物呀之类的类似于这样子的生命，我们有可能发现。但是呢，这个佛教里面讲的地狱呀，这些都是看不见的。这个为什么看不见呢？他的这个地狱的众生和这个
恶贵的众生，还有田劫的众生啊，他们跟我们之间有业力的隔阂啊。什么叫做业力的隔阂呢？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我们人啊，人的这个啊，因为我们过去的这个造的业啊，就是因缘，所以我们的这个啊感官的结构就是现在这样子。以这个感官的结论啊，以这样子的感官来看这个世界，那么这个结论啊，永远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子，所以看不见鬼，看不见神啊，看不见地狱。但是呢，这个就不能说明啊，不能说明啊，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个生命以外啊，不存在其他的生命啊，这个没有说服力的。那么还有其他的生命存在，那么他们的，比如说一个地狱的啊，地狱的这个人的啊，视觉或者他的听觉啊，用他的感官来看这个世界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他不是人的世界，他看到的不是人世界，他看到的就是地狱的世界。实际上啊，就是一个这样子。比如说堕地狱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就像我们睡着了啊，就是做了一个永久性的一个噩梦啊一样的。那地狱实际上就是一个这样子。实际上其实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我们以为这个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世界啊，非常真实的世界，但是呢，这也是跟梦里面看到的是一样的，总有一天我们从这个梦里面醒过来的啊。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醒过来，所以我们现在啊没有资格啊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实生活是如幻如梦啊，或者是虚幻的东西，这个我们没有资格去说。为什么呢？我们还没有醒过来啊。我们只有资格可以说，昨天晚上我们做的梦啊，在梦里面看到的一切是虚幻的啊。我们有资格可以说这个，为什么呢？我们已经醒过来了，我现在站在现实生活的角度去否定啊，梦里面所看到的是真实，梦里面所看到的这个啊现象的真实性啊，这个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个资格呢？因为我现在是一个醒过来的人，所以我有资格去啊否定它的这个真实性。那总有一天我们从这个轮回当中啊，从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醒过来的啊。这个醒过来叫什么呢？佛教用什么样的话来用什么样的词汇呢？这叫做顿悟啊，或者是开悟啊，或者是证悟啊。证悟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做梦的时候突然间醒过来了啊，那就是我们现在也就是从这个现实生活的这个当中啊，突然间我们真正的彻底的了解了生命的本质、世界的本质以及一切的本质的时候呢啊，这叫做真悟啊。那个时候我们以这种真悟的心态啊，真悟的智慧看这个世界，和今天我们看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这个完全是不一样啊。我们的这个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是什么？第六意识是我们平时我们讲的意识啊，可以判断、分析、断定啊，这个外界的事物的好与坏的这种啊意识叫做意识。它也有一个逐渐的一个成熟的过程啊，有一个成熟的过程。这个很明显的啊，但是呢，我们的啊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啊，这些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成熟的过程，但是这个成熟的过程呢，它不是很明显啊，不是很明显，所以我们比较容易相信我们的这个视觉和这个听觉。那其实它也是有一个成熟的过程，它会逐渐的，它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啊，对世界的这个了解也会慢慢的会
会这个越来越好的，越来越深奥的但是这个我们没有修炼的时候呢，一般都感觉不到的，因为我们人生很短这么几十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发现它的太大的变化实际上它也会变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的感官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世界一定会变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的这个非常简单，当我们的这个感官发生了变化的时候呢，我的世界就发生了变化了发生了变化，其实非常的简单也是很渺小我们平时觉得时间就是一个浩瀚无垠的这个宇宙等等，我们用这样子的词来形容，但是实际上就是实际上就是自己的这个感官发生了这个我们的视觉和听觉发生了变化的时候，这个世界实际上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所以这个这些叫做这一切我们刚才讲的这一切叫做时间这叫做忍时间恶鬼的道、恶鬼道或者是这个地狱道。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地狱它不在于什么印度金刚座的下面呢，或者是地球的下面呢，或者是某一个方向，它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肉眼看到的就是这个三维的空间没有地狱没有恶鬼，没有，但是呢，除了三维的空间以外，还有空间还有空间的存在，这个当中呢有其他的生命的存在大概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今天很多的人都是刚刚的这个刚刚开始学佛的人所以呢，我们可能是对这个地狱对什么恶鬼都有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疑问，到底在哪里因为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凡是存在的东西，我们以为要看得见就是我们看得见才相信，其实这个是最大的错误。为什么呢？我们看得见根本就不能说明它的存在它的存在，这个已经是佛已经很早以前就这个说过了。我们人类的历史上，这人类共通就犯了很多很多这样子的错误。我的眼睛看到了才是真实犯了很多这样的错误。什么样的错误？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从天文的角度讲这个地心论地心论或者是这个地心说，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从早上看到太阳月亮以及其他的所有的星星从东边出来往西边落我们认为我们才是这个地球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所有的其他的天体都在就围绕着我们这是我们这人类有史以来这么就几万年几千年的这个全人类的这个想法除了像释迦牟尼佛呀，除了这些佛菩萨呀他们看得见，但是呢，他们在这个时候也会保持沉默为什么要保持沉默？这说了没人相信说了没人相信，如果要让他们相信，那就是要费很大很大的力气就像现在这个像科技这样子的就可以证明可以立即给我们看这个原来不是这样子的这个也就是费了很长很长的很多的功夫以后才能够让大家看，这个也并没有那么容易所以佛菩萨他知道，他也保持沉默，或者是大家怎么说他就会怎么说除了这个以外，所有人都觉得我们才是宇宙的中心那这个也是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呀太阳从东边出来往西边落，这个每一天都是这样子月亮以及其他的这个星星都是这样，这不是我们看见的吗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个是我们视觉的这个错误这是我们人类的共通的这个错误还有就是我们
啊，站在这个地球上的一个最高的山，就像珠峰啊，就珠穆朗玛峰，站在我们这个山啊，这个山顶上看啊，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地平线啊，在我们的这个视野当中的地平线，它永远都是平面的啊，平面的，我们永远都看不见，这个是啊圆心的，它是一个平面的。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大家都认为啊，这个地球是平面的啊，就是人类就是几万年几千年以来大家的想法都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视觉当中的这个地平线就是平的啊，然后我们不知道这个之前前面是什么，后面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看到中间这一界啊，这一界是平面的，然后我们说这个世界是平面的啊，那这也就是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视觉看到的的确是平面的呀，但是它不是平面呢啊，那就是等等啊，我们肉眼看到的其实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是呢我们啊就认为只要我看到了才是真实的啊，这是错误。第二个啊，我们的这个感官啊，我们的这个感官没有看到的，没有看到的啊，它不一定是不存在的啊，不一定不存在，但是呢啊，我们就是经常怀疑啊，没有看见的东西啊，但是怀疑是对的啊，可以怀疑啊，可以怀疑，但是呢，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没有看见就不能否定啊它的存在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看到的是人世间，但是呢，除了我们看到的以外，还有其他的这个世界啊，这就是佛教讲的这个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那这个六道轮回呢，就叫做时间啊，时间啊，处时间就是这个，嗯，然后处时间是什么呢？处时间是超越了这个六道轮回啊，超越了六道轮回，嗯，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有100个这个啊患者病人啊，当中有一个医生啊，一个医生啊给其他人治病，那么这些人同样都是人啊，都是人，嗯。但是这个人，这101的这个人当中啊，100个人呢啊，他们都是患者啊，都是病人，嗯，然后从另外一个啊，就是医生啊，这个人他虽然是人啊，但是跟他们不一样，他是一个健康的人啊，他是一个超越了这个啊病痛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嗯。但他们同时都是人，但是人当中啊有这样子的这个区别，嗯，那六道轮回也是，比如说佛当年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的时候呢，他也是人啊，他也是人，当时的印度人啊，有这个成千上万的印度人当中的医院啊，释迦牟尼佛也是人，但是呢他跟其他人不一样，他怎么不一样呢啊，人有生老病死啊，有生老病死，有贪嗔痴这个烦恼啊，佛他已经超越了这个啊生老病死啊，然后呢他超越了啊这个贪嗔痴这个烦恼啊，他是没有烦恼的啊，他实际上是没有这个生老病死的，他的这个生老病死呢实际上是啊，是为了这些啊，为了这些普通的人啊相信他啊，然后呢他就是就也跟别人一起一样的身份啊，一样的身份来啊说啊，现身说法，比如说释迦牟尼佛陀也生病啊，佛陀也这个圆寂啊啊，这样子以后呢，很多人就觉得哦，原来佛也是人啊，那么人都可以达到佛的这种境界的话，那我也是人啊，我也可以达到这个境界，我要努力啊，就是有这种啊。如果一开始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是以某一个神啊，或者是神仙的身份出现的话啊，那人跟神仙啊
之间本身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距离啊。这样子以后呢，啊，释迦牟尼佛虽然超越了生老病死，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啊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人觉得哦，他是神仙啊，他有这样子的，他能做到的，我做不到，我是人，他是神仙啊，我们之间就是自然就有很大的距离，所以我做不到，我不学佛啊，他会有这样子，所以佛也会实现啊这个生老病死，但是实际上佛没有啊，没有这个没有。生老病死它是已经超越了，超越的意思啊，就这个叫做超越啊。我们刚刚讲过，并不是说啊，我们从这个轮回当中解脱的意思呢啊，并不是说我们从这个啊地球，从这个啊这个银河系，从太阳系啊，从太阳系就走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啊，这个不叫。啊，这个不叫超越，这个不叫出世间。出世间是人在这个世间，但是呢，啊，他的内心啊超越了这个贪嗔痴，没有痛苦，没有这个没有自私啊，没有烦恼啊，这叫做出世间啊。出世间就是这样子，时间和出世间啊，大概就这样子。Sonum de yi tan zhe zhe ba ni dong le ni pe zhe ne ban zhe jin ga nan zhe ba long zhe ba zhe bin zho le zho wa zho le zho Om Ahom ban zhe rung ge re pa ma se le hong Om Ahom ban zhe rung ge re pa ma se le Om Aum Bandra Guru Bama Sada Hum 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划拨账号50396819，50396819，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5666，012001205666，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烟供香粉，药供包香，弱势关怀，不食动物。佛学名词供水，我们常常看到有些老菩萨在家里的时候的供，大家可以点香永醉，点香供水好像是一天的功课，但是究竟什么是供水呢？我们看到供水杯上面往往会写着戒定慧，也就是说我们内心在供水的同时要升起戒定慧的心，供三杯水也代表愿断一切恶，愿修一切善，誓度一切众生的三种菩提心。但是同样的，供水，水很清澈，代表我们内心要没有烦恼，没有痛苦。在西藏，阿底峡尊者就曾经很感叹地说，印度没有这么干净的水，但是供水这个这么容易累积福报的法门，藏人不知道。因此供水是很好累积我们福德资粮的法门，因为水很便宜，我们也不会对水生起贪心，生起后悔心，我们就可以用很清净的心来供养三宝，甚至我们晚上收下来的供水还可以做施食布施给众生，透过供水可以让我们的内心没有烦恼，这才是供水的真实意义。